前方无路，我的剑就是道路。当敌人注意到我的时候，利剑已然离弦。你能感受到魔法世界的浩渺与磅礴吗？若前方无路，我的剑就是道路。你看起来很厉害吗？保持警惕，真正的危险其实从未现身。学会新的技能了，快去感受一下吧。日防夜防，哎，地轻难防。你看起来很厉害吗？有什么能帮上你的吗？学会新的技能了，快去感受一下吧。剑锋所指，剑甲不留。这世界真令人担心。再来再来，我还能再打十个。学会新的技能了，快去感受一下吧。战斗的本质就是攻与守。宠物功能开启了，培养宠物能明显提升战斗力，带着你的萌宠一起去挑战 BOSS 吧。战斗的本质就是攻与守。真怀念在荒野冒险的那段时光啊。保护人民是我的责任。技能了，快去感受一下吧。有新的功能开启了，点击提升可以大大增强实力。
站岗放哨。好友功能开启了，点击添加好友可以认识更多的同伴。站岗放哨，那只是哨兵的基本功之一。站岗放哨，那只是哨兵的基本功之一。专业人士，工会功能开启了，去寻找志同道合的同伴吧。专业人士，值得信赖。学会新的技能了，快去感受一下吧。有新的功能开启了，点击提升可以大大增强实力。有新的功能开启了，点击提升可以大大增强实力。你看起来很厉害嘛。培养坐骑可是一门大学问。有新的功能开启了，点击提升可以大大增强实力。保护人民是我的责任。
保护人民。有新的副本开启了，挑战成功能获得进阶材料。保护人民是我的责任。人品决定实力。人品决定实力。这世界真令人担心。